真的是空木吗？耶稣真的是从死里复活吗？啊，是当时他说三个最好的证据，一个证据就是见证人的证据啊，很可靠的见证人，没有什么问题的见证人，没有人说他们有什么问题的。第二 ，witness of witnesses' lives， 这个自己的那个见证人，他们自己的生命的改变，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大胆讲这句话呢？他们自己生命也是从没有胆量变这么大胆。第三呢，就是专家的那种证啊，那种印证他们的结论，就是法律方面也好，历史方面的这种专家，他们结论还是觉得这个事情是事实的，可靠的眼见目击啊，那么自己看到的，自己看见的那些见证，他们见证人的生命的改变。这些专家的结论就三点就很重要，继续下去。来，可能你还有三个问题，因为人都是有问题的嘛，所以头脑里可能昨天你听到我那个课题的时候，你可能之后再想想看，哎，还有不同的问题。这三个问题就是历史来讲呢，剩下就是这三个问题可以说是差不多没有别的新的问题，来来去去人家问的问题呢，大概都是这三种，所以我就将这三个问题来再解释一下，是主要的那种思考。OK， 从逻辑来讲，第一个，耶稣没有真的死，就是在这个 cross 的时候，在那个十字架上，不是真的是耶稣死在那里的，他没有真的死。第二 ，the tomb， 那个那坟墓。这个身体是给人偷掉的，可能是偷掉了。第三呢，这个故事本身是不是有问题？是不是这些人是 hallucination， 是幻想，是眼离的？这根本上是幻想出来的一个故事出来的。所以这三个 ，from the cross， the tomb， the story， 主要来来去去有三种，所以所谓的有点反对吧，也是不怀疑的，而且你在想。不大相信，可能有这几个字，可能。那我每一个解释一下吧。The cross 就在十字架上，他没有死。在没有死这个传统啊，这个理论呢，主要是什么？是伊斯兰教的。伊斯兰教呢，跟基督教其实有很多共同点，你知道吗？你可能不知道，但是伊斯兰跟基督的信仰呢，其实里面有五个最伟大的那个先知。是共同的，这是五个最伟大的先知，基督教相信，伊斯兰教相信，这个是觉得这五个啊，从亚当开始就第一个人，挪亚那个挪亚方舟那个把水灾的挪亚，还有大卫王是可能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是最伟大的皇帝，大卫王 King David， 耶稣。中间有亚伯拉罕 Abraham， 亚伯拉罕是可以说是信心之父，基督信仰里面、犹太信仰里面、这个伊斯兰信仰都觉得他是最伟大的一个之前的一个父亲吧，就是 Father of Faith， 信心的那个祖宗吧，所以亚伯拉罕讲下来，所以这几个人呢，都是很受尊重的，也是很受尊重的。不但受很大的尊重啊，他最大的尊重是觉得他是很伟大的一个先知。他这个先知呢，来的人还是童女生，而且呢，做很多神迹，教训很好，他还有一天要回来，这些呢都是很伟大的那个先知了，就是讲到他，在这个在地的时候，他做的事情都很厉害，所以。伊斯兰教他们觉得一讲到耶稣的名字是耶稣，愿他的名受祝福啊，因为他觉得他很神圣的，所以他们的理论呢是这个理论上的一个 objection， 一个反对，其实没有证据，只是理论上反对。他说既然是耶稣是这么伟大的一个先知，五个先知的之一，你想这个先知还有一天会再来，所以这个五个先知之一呢，上帝怎么会将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一定是有矛盾在里面，一定有点问题。他们也知道耶稣是这个犹大出卖的，
所以他们有一种想法，就是可能耶稣在最后要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上帝就行一个神迹，将耶稣换掉，是另外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看起来好像是耶稣，他们以为是耶稣，其实不是耶稣。这个人可能不一定，可能是犹大吧，因为他是该死的。所以这个是一个理论，可以说也是一种故事吧，就是他们这样想吧。但是证据是没有，没有，没有人在当代的人说啊、哦，原来不是，原来不是。这个是以后他们解经那种理论，所以这个是主要是一个理论啊 ，speculation。一个推测是没有直接的证据的 ，OK， 就是一个想法。啊，还有人说，哎，耶稣可能是没有真的死，他是半死，所以他就掉在那里，所以后来半死，后来就活过来吧，啊，这个意思。但你们可能会看过一些电影，说耶稣他没死之前是怎么样，他们是要很严谨的那个。很残忍的那种，鞭打他，侮辱他，就折磨他的，就是他们鞭打是30几个鞭打的，这个当时的罗马人他们是这么残忍的，30几个鞭打之后呢，他们那个鞭的最后还有这个骨头的，所以故意叫这样那种，因为身体要碰，搞得破破烂烂的，啊，所以这个钉十字架也是他们最残忍的钉十字架的是最残忍的一个。死刑的办法，别的没有这么惨，因为杀掉就杀掉嘛，哎，掉到那里慢慢慢慢死，慢慢没有，不能呼吸，后来就死掉了，就流血啊，痛苦啊，后来耶稣还放一些荆棘的冠冕，就放在头上，就刺激他的脑，他的头啊，对，关键这个是最残忍的事情。你说他半死吗？他的半死也是99.9%对吧？就是。你打在半死才掉下去的，所以说这个人可以是爬出来的，是这个意思吗？而且他当时呢，有好几个人都证明耶稣死掉了，但这些是兵，他们习惯了看这些人死掉，他看到耶稣，他在说是不是真的死掉，他就再拿一个枪插上去，从这里插到了心中，他故意要确定他是不是真的死掉，因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。下来之后呢，约瑟、尼哥底姆都是很有名的当时的那些宗教的领袖，他们可能耶稣，所以他们将他接下来之后呢，他们去看看他，知道他死了，才放在这个坟墓里面。如果没有死，要放在坟墓，这是干嘛啊？是不是？所以各种办法都知道他是死掉了，不是半死的。还有呢，如果半死的人，他怎么逃出来呢？逃出来很麻烦的哦，你逃出来，你还有一个寿衣包得紧紧。这种寿衣呢，当时的习惯呢是很多层、很多的香料，可能用差不多70磅的那个香料，基本上就是30几公斤的那个香料，包包得紧紧的香料，要保护他这个身体啊什么的。还有这些墨药呢，本身呢是很黏的。粘得很厉害的，就是不是只是简简单单的东西，所以你还要脱掉它，要几十磅那个香料啊、墨药啊，什么东西要跑出来，你才能绑得紧紧的，包菜里啊都跑得紧紧的啊。还有呢，最奇怪的是他死之后，他活佛之后呢，他描写他呢，他的寿衣呢是卷得好好的，就是头右边，身体右边，啊，想得相当奇妙的。都很干净的放在那里，所以跑出来还要好好放好，再跑出来啊！但是打他半死的半死，那就跑出来吗？这个意思，真的你相信吗？还有呢，还有个大石头，这个石头是很大的石头，因为当时这个兵他们怀疑耶稣可能会有人来救他，这样他就特别是放一个大的砖头在那里，而且呢，很多人在保护他。所以很多人在搬，所以一定要搬这个东西，很大的石头，可能有几十个人才可以推开才可以的，因为他要将它锁在里面，还有这个封印，一个封锁在里面的，打一个罗马军队那个印在那里，不准动它，还有那个东西啊，所以特别是将它保护着。还有这个武装的
护卫的，很多人都包围在那里在看的。那罗马军队我们都知道是很厉害的罗马军队，为什么罗马军队给他一碰就碰出来嘛？而且呢，他们都预料的，他们知道这个事情可能会发生，所以他们都很谨慎的，所以这样的一个兵，特别是在那里保护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耶稣有说过嘛，他第三天要复活的，就第三天复活那天呢，当然有很多特别兵的人好好保护他们。为啥呢？还了解什么 ？Often death， 就是死刑的吧？如果你这些兵连这个尸体都不能保护，那你该死吧哈！所以这些兵呢，一定是相当的严谨的在讲，在保护他的。所以就连他是成龙就要跑出来跳出来嘛，他是半死就跳出来，怎么样走出来呢？这个事情好像没有什么理由吧？还有呢，他出来之后呢，还要怎么样？还要走路，走很多地方，你知道吧？他走出的时候啊，他走去一个叫以马忤斯地方，也是20英里地方。圣经记载他去走路啊，啊，跟人家走路啊，跟人家讲的话什么的。还有呢，他回去又是又20英里。还有呢，去加勒利的地方又碰到很多人，跟人讲道啊什么东西。加勒利海啊，70英里。那后来又上学了，走去哪里啊？也不知道啊。后来呢？这个我们再想想，那如果是真的是这个事情，他出来他是复活，但是个人在受到的复活，那他是骗子吗？那耶稣是骗子吗？耶稣很多事情他讲得很清楚的，他是不会欺骗人，不会骗人，不会有淫乱的思想，什么都是要很干净、很圣洁。那这个复活这个事情他是骗的，就是我复活的，我是半死的，没有真死的，我都不讲，都说我是复活的。最后那个门徒自己也是欺骗的，他的门徒到最后去讲这个是谎言，是吧？就到最后人家讲也是复活的，又讲了一件事情了，是不是？这个事情就很神奇啊！所以从各种方面的以马内、维斯两路、耶路撒冷来去去加利利海，这些地方都相当远的。你看个地图是吧？没有这么容易，也不是坐车，没有走路的啊，骑狗的啊，就这个半死的人怎么会出现那么多路？这个事情要想清楚啊，这有没有道理？OK， 所以究竟呢，耶稣的时候没有死，所以以色列叫他说没有死，因为是别人代替，没有人 substitute， 没有一个记载，没有一个根据，没有证据的，他死就死，没有人代替他，也没有半死，死就是死。第二点，这个坟墓，这个墓呢空了，因为人家偷他。这个是那个兵，那个守卫的那些，两名墓的士兵所讲的这个故事。他说：“哎，这个是他给他偷掉的。”当时他回去报告给那个他的官上司，他说：“哎，跑掉了，不在了。那怎么办？怎么会这样？然后他们来偷掉他。这个是讲什么东西啊？就是这个意思。OK， 所以当时呢，在马太福音写得很清楚。”他说呢，当时那些官呢，就讲，他说 his disciples may come and steal them, and say to the people he has risen。所以呢，他警告那些兵丁，你知道吧？他一定会讲，说，他复活了，所以你要保护他，保护这个墓，不给他，要偷他啊！所以他们老早讲，因为他还活着的时候呢，他已经说过了。3日后我要复活，那恐怕他们呢，门徒来把他偷去，那以后的事情就更复杂了。所以尽人所能的安排妥当，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，封了这个石头，将这个墓把守妥当。所以你可见呢，这个当时的那个做官的人呢，很谨慎，他们很怕这个事情，说好好安排这个兵。